这是什么？二哥，你在干嘛？好好东西。好东西，阿哥，你这是看的是什么东西吧？柿子干、红薯干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有透视眼啊，小乐。不是，因为刚才那个快递的时候告诉他。哦。你们走开一点先，等下这个刀啊。很危险的吧？不危险。哥哥以前拿这个刀想打。这个是红薯干。哦，这个很多袋哦。又哥，你的最爱了。嗯，来，不要打包一点。这个是柿饼干。你看看，柿饼是这种包装的，然后红薯干是一斤一袋啊，一斤一袋。这个柿饼也是一斤一袋。这是单独包装的、啊。对，单独包装的。还有紫薯啊，有那种红薯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柿饼，主要是想要吃这个柿饼。姑姑，等一下，你再拿回家吃啊。来，你看，那、啊、这里面是独立包装的，这种好啊，独立包装。来，搞一个，来搞，来慢慢走。来，猪妹妹，你要吃那个柿子是吗？不要。不要啊！你今天都吃了我的柿子。他都吃了。嗯。圆圆哥，你看。妈妈说吃这个。如果你要没一个。姑姑在讲吃红薯干，那我再开红薯干你吃啊。好、啊。没有。你这个好不好？你看这种，里面是很糯的，很饱满。嗯。很糯的这种料，很饱满。嗯。又不，来，你看真的很糯，是吧？爸爸，你看。那一挤就出来这种，哦，二嫂这个也是。嗯。哦，第一次上架今年。因为雨水不多，天气好，很好晾晒。所以柿饼的话，谁都可以吃。嗯，单独包装的话，你可以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个在口袋里，对，是很方便。它这里面是有独立包装的，一袋是一斤。你吃菜，你还没吃过来。嗯，还有这个红薯干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薯干今年软不软啊？这个也是一斤装的。一斤啊！嗯。三斤了。哇！这样吧，这种呢就适合就是无聊的时候追剧啊、看电视的时候，在旁边一边吃一边吃这个。主要它还有紫薯，你看好软。有紫色。今年还有紫薯了。对呀。有紫色的，有黄色的。你们搞一搞。还以为是水果嘞。嗯，你看这种就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。对你这样子，你看就知道了。这个有点麻花。对。嗯，这不能留到明天的，这糖分也够了，跟刚那个柿子糖分也够了，喝不完，喝得完，每人一杯，很有嚼劲，但是它不硬，糯糯的是吗？嗯，来，我再来，我这个先放这里啊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脆柿的话是酒精装的，像这两个牛吃了两个。这都是很大一个的，这直接可以吃了。刚刚姐姐跟乐乐你不能在这里吃了。嗯。还有灰灰。嗯。还有小玉。你们都偷吃我的是吧？你看都蛮大一个。来，小玉你吃啊。来，很大一个。你看我的手帕。你们走开一点。走开，有刀的吗？有刀吗？不然怎样撞到上面？这里不是有个刀吗？咱们这个一箱有五斤装的，有九斤装的，然后这个是里面都配送一把刀的，这不就很方便吗？这个很方便啊，自己家没有刀的话就直接用这个削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的话就不怕伤到手，这个又不会伤到手。嗯，你看这个相当脆啊，等一下我一咬一下，你们听到那种声音你们就知道了，脆不脆。这个脆柿的话是有五斤装，还有九斤装的，然后五斤装的话大概是14个、15个，咱们九斤装的话是26个、27个这样子，啊，个头是很均匀的，大概是一斤有3个，3两多一个，啊，这种像这种，嗯，很特别，嗯，这个很甜。好吃吗？嗯，来，嗯，哎，你是学乐乐哥，乐乐哥要吃，你又要吃，乐乐哥不要吃，你就不要吃。
然后我再吃你们的口水，反正你们也吃我的口水。哦，安娜，那里有红薯干。妈，你要吃红薯干啊？那里有红薯干。不硬啊，软软的。嗯。大人、小孩、老人都能吃的红薯干。这个呢，全都是我们那个桂林平乐那边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柿子的话，大家其实去年都有买过啊，还有我们的柿子都有买过，都非常好吃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橱窗去看一下、逛一下啊。